9点钟，现在是3点钟。现在可能我们今天就是说要疯狂了。嗯，我们要去了，拜拜。现在到啦，然后呢要去检票口啦。Let's go go go！ 我们来喝下午茶啦。他今天非让我穿，就是类似于他这种公主装。很好看呀、啊，我带了5、6件给他挑，一件都没挑出来。但原本我是答应好的。嗯。你答应我之后，我又去挑了两三件，又买了，结果一件都没看上这个人。好可爱。我们现在吃完飞越地平线。虽然我已经来过很多次这里了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是第一次，真的很moments later， 到城堡啦！现在马上就要黑了，今天就做了3个小时，今天还是很开心的。然后我今天就是说脖子落枕，今天做那个项目矿山的那个真不害怕，但是还是做了两遍。我们现在在爱丽丝仙境，就有种哎呦公园散步的感觉。好重，让你寄存你不寄存。我出门就是要带货。你给大家看看你出门到底带了哪些东西。重的不行。不想带路了。你不想带路，对你永远都带不对路。像在逛那个吃完饭逛那个公园，感觉像是小区。我迷路了。迷路了。疯狂的茶会，2000 years later。嗯哼，好好好。Nice。